杨柳青青着低垂，杨花漫漫脚天飞。你放心，不管是她公主还是县主，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。我要娶的大娘子只有你一个人，以后不要见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与你没有缘分。这首词你没听你姑姑唱过？姑姑，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离别的意思。离别是什么？相濡以沫是在一起，相忘于江湖就是离别。我和他分离之时，他拼命地喝酒，他说他要醉倒，醉了醉了就看不到我走。你要不走，我相信了。但愿醒来，这一切都是一场梦罢了。你要死了，那丫头必定也死。欺负我不敢说，举动难言听。后来，就在我娶妻当日，洞房花烛之时，新娘子的盖头还没有揭开，我想起了她。多少年了，多少年了。你为何要避开我？我们那日别后都再也没见过。我们是在这儿初见的，我也想在这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家乡是不是家乡的人？从此相遇，是我。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我不敢停下，我就会想，为什么？我看着夏书笑，倒也是痴心。那首《鹧鸪天》写的真是感人至深。究竟我有什么配不上你？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你竟如此厌恶我？怪他吗？怪他们当初青梅竹马，父母之命早已定下好姻缘。先帝不知夏松有婚约在先，因他父亲殉国而封官赐婚，未曾想害了三人。他俩数十年愿望，你孤单单一生。宫中女子来此，皆是为求姻缘，换宫三千，争抢皇上命人，何其可悲！你我二人争抢一个男人，菩萨倒是不用那么愁。我怕自己体弱命薄，伤了他困苦的生命。你不要怪他，他只是想吓吓你。如今闹成这样，我也问了他所有的前因后果，他倒未曾隐瞒，什么都说了，包括最终故意袒露心怀，是想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他从娶妻那日起便是被迫的，心内早有他人。之后便随朕发落，便出到荒山野岭去。可是他的妻子却是哭哭啼啼地写了万言悔过书递到皇后处，只说是妒火攻心，全是他错，愿承担罪责，掉脑袋不怕，却要留在夏家的祠堂里。他不喜欢你，他不在意你，他对你没有半点情。带着救我的妻子一并跟我走。我知道在你心中没有我的位置。这般冤孽继续下去，蠢啊，只能更加难堪。既然自父皇的一纸赐婚诏书而起，朕今日便以一封和离诏书将它终止。那么多的时间，